你知道最近欧弟又生女儿吗？又生老一样的老婆吗？阿 Q 恭喜前男友欧弟三度当爸，反问一样的老婆。阿 Q 因为好友洗衣店站台，突然来个回忆杀。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。你们好厉害哦！爱你们很痛苦。我想说的时候，安排去。我先，没有啊。牛肉了，对啊，我胸部也回来了。对，太奇怪了。对，现在是。你的胸部应该有三公分。也是啦，差不多啦。好险他回来了，因为你刚好唱到初恋呢、啊。是，你知道最近欧弟又生女儿吗？掀起的回忆还有二十多年前 ，Markio 跟欧弟交往没多久，欧弟就去当兵。传闻欧汉生把 Markio 交给当年好兄弟罗志祥照顾，没想到 Markio 与小猪查爱火。后来 Markio 澄清，中间隔着一任男友，没有劈腿。事过境迁，欧弟也娶了第二任老婆，三度当爸。哦，就是因为你们说的才知道。哦哦，这就生了一样的老婆吧？对对对，不一样。第二个，第二个，我也不晓得，我没在看。那她不是女儿哦？哎，对。我也想要一个女儿，对啊，恭喜恭喜。还是会想再骗一个女儿。想啊，女生那么可爱。要找谁生？都可以了。这样的还要挑什么？就是有钱的吗？好不好？有钱人欢迎。对，会赚钱的。嗯，然后对，有钱的是要大方的，大方的。对，然后不是只有对我们大方，是对大家都大方的。